请掀开讲义，讲义的第一面，倒数第二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虚命，所作善恶，皆能洞悉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这是第三段，里面有第六、第七、第八三义。这一段，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显示出啊，极乐世界众生所具的神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的能力，确确实实超过其他诸佛的世界。那么这种能力呢，是属于本能，换句话说，每一个人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能力的丧失，还是妄想执着，也就是为烦恼障与所智障障碍住，所以这个能力不能修行。在我们一般人看到这种特殊的能力超过一般人，我们都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是不是他有神通？其实呢，这个能力就告诉你，要怎样才能恢复呢？必须心地清净，也就是说要修定。定能化通，通啊，通达无碍。我们眼睛，我们的见，超不过这个墙壁。如果我们心清净了，那个隔壁有人在做什么，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通。那么这种通达的能力呢？有个大小不同，这个大小都随着自己定功的深浅。如果定功深的，那么它透过的层面非常深广；定功小的，它的能力就比较上有限。六根除了这个一根之外，眼耳鼻舌身，这些能力我们通常讲五通。
如果再加上了一根，那就是六根神通，这个叫六通。五通有报德，有修德，报德就天人升天，那是果报，它自然就具足，它不需要修。那么在人间要修，在畜生道里面要修，可以能够把这个能力恢复到一些。鬼道里面也有报德的流通，他的能力当然比天道要小，所以这个通呢是由修德与报德。那么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似乎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多，我们常常听说。那么这种能力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一定想，如果它有修定，从定中得来的就是正常。假如它没有修定，它突然之间呢有了，那么这是不正常。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我在楞严经上告诉你，是那流通的鬼神附在人的身上。楞严经对这桩事情说得很详细。如果他离开你的身体，你这个能力就丧失掉。所以那个能力不是自己的。我们已经讲了，是由牛做的身体，发现这个能力。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报的，而且是非常殊胜的果报。为什么呢？他那个能力之大，几乎跟佛相接近。那么第一个续命，续命他自己能知无量劫时续命所作善恶。我在经论里面告诉你，摩罗汉这个定功相当深大，摩罗汉这个定叫九次的定，这个定的前身的等级，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往上去四空定，八个摩罗汉呢还要超过，摩罗汉正在第九定，超越三界，这个定功不能说不深。摩罗汉的使命通，他能知道多少世的使命？我给我们讲五百世。在五百世之前呢，他的力量就达不到。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无量劫时寻命，这五百世简直无比啊！在这个世间，要想证得个摩罗汉，可不是容易事情。佛为我们说出，必须断尽三界，尽思烦恼，
见惑就是我们一般讲错误的境界，思惑呢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佛告诉我们，三界九地总共有88品，品是品类，那个细说就太烦了，我都把它归纳成大类，88类。思惑呢，三界九地一共有81品，每一地有九品，81品，通通断尽，这样才能够证得九次究竟，这样深的定功才能把见色烦恼除掉，永远不起作用，这样是证得阿罗汉果。这个事情难啊，经常说起来好像说的蛮容易的，做起来是真难。你比如这个见惑里面，我们错误境界，第一个身见，你看看哪一个众生，就是说这个身体的魔就是这就是魔，谁知道这是个错误境界？五世界来到今天，这个见解已经变成习惯，时时刻刻一起心一动念都执着身什么。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身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就是衣服，这衣服说我所有的是我所，是我所。我们把我所有的错认了，把它当成我。第一个身体不容易突破。身见之外，边境，这个边境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相对的观念。你说大，大的对面不小；说长，长对面一个短。是在讲我们都生活在这些错误的观念之中，这个边境。见取见跟戒取见这两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沉浸，某人沉浸很深。戒取见是因上的沉浸，见取见果上的沉浸，一切法总离不开因果。因果上我们都有很深的沉浸，除了这四大类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合并归起来邪见，一切错误的见解不正确的见解，这总共有88大类，怎么能达到？那么我们根据佛的大乘经上所说，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
就是修持。那么修到今天呢，还变成这个样子。你要问为什么原因呢？从来没有一次把身见不动，也就是说，好比我们念书啊，念了不少年了，从来考试都没有及格过，所以年年留级，生生世世都留级，从来没有能够越过这个关口啊，就是这么回事情。我们佛告诉你，必须要把见烦恼真正断掉，这个小乘呢，证得了初果。这个初果不容易证得啊，八十八品见佛要断尽，证得初果之后，他不会退的，初果的位不退。这个不退的，那么他要在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把八十一品师父断尽，证罗汉果，才能超越六道轮回。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他要费多少时间？要用多少功夫啊，才能证得摩罗汉果？是相当不容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去，实在说呢，它并不偶然。如果我们说是偶然，这么幸运到那个地方去，能够获得这样的神通、智慧、道理，那我们就看错了。我们只看到表层的事实，没有看到他过去生中所修的深因。虽然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从来没有一次把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但是每一生修行，他总有熏修的这个路。这佛法叫熏习。从前古代的时候，衣服他们用香来熏，用香来熏，这个衣服有香气。现在人不用那个笨办法，现在香水很方便，喷一喷呢，衣服就很香了。很快，在从前那个衣服要熏好几天呢，这个衣服穿了才有香气。所以佛经里常讲熏习，我们无量劫来啊，佛法熏习的这个力量，确实是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把我们无量劫的善根引发起来，这是我们的自力，是自力不是一生的。无量劫。那么再加上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如来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升到西方就是怎么会是偶然？所以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虚命通能知无量劫，
所作有善，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你都好比我们现在讲你的记忆，通通都记得，生生世世的状况，通通不清楚，都明白了。那么诸位想想，你无量劫当中生生世世所学的东西，你学了多少？突然之间全部记忆恢复了，你这个学问道德的能力一下就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呀！我们是过去生学的忘掉了，不但过去生学的忘掉了，前几年学的也忘掉了。现在是你所学的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可见的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本能的恢复寻不能见能斗士，这一句先引导心眼之大，没有信仰没有说摩罗汉只能够看一个小青世界，我们在这个经常看的一般证得摩罗汉果，他的能力天眼能力能看一个小青世界。至尊声闻弟子当中，摩六楼陀这个人呢是修得的天眼是世尊教导他的他这个性情呢比较懒惰，容易昏沉常常佛讲经呢他都打瞌睡所以被佛责备了一顿，但是也很难得我教训一顿，就是他的勇猛精进七天七夜不睡不眠就把眼睛搞了。所以佛就叫他修定，要见光明这种禅定，这个定修成之后他这种天眼的他来听到半朝一天，他能够进三千大千世界，这是摩罗汉里面天眼最大的一个这摩罗汉最大的这个天眼也不够进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此地讲动势没有限量跟诸佛如来差不多，尽虚空变法界他都能够见到，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的听得。下面两个字彻听，这是听耳通，至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他能够听到，他能够看到设方是空间没有边际，去来现在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时未来无终，他就这样不但能见过去，能听过去，能看现在，能听现在，还能看未来，也能听未来，这是很不可思议。所以有一些同修对父母
眷属恩情很重，常常念着如何帮助他。帮助他们豁免开，帮助他离苦得，帮助他往生不退成。可是先前呢，我们劝他学佛，他不能接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读了无量寿经就知道了，我们自己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你看有这么大的能力，家亲眷属无论到哪一道里面，我天天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是悄悄话，我也听得清清楚楚，也听得明明白白。什么时候他能够接受什么法门，你有他心头，这样你才真正有能力帮他，真正有能力照顾他。自己没有这个智慧神通道理，想帮助这些人，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做不到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力就恢复，本能恢复。不得是念佛取正觉，那么阿弥陀佛的成佛时间，他这个愿圆满，这个愿实现。再看底下这一段，佛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土，若不习之，亦莫有托不遣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的第九愿，他心土。别人心里面念头有这个神通的能力，知道你起心动念，你瞒不了他，他通通都晓得。诸位，我们念了这两段有什么感想？如果你警觉性要高的话，这两段念的时候你会寒毛直竖啊，毛骨悚然啊。为什么呢？我们心里动个念头，西方极乐世界人通通知道我们这里一举一动他都看见啊。再小的秘密，小小的悄悄话的时候，恐怕我跟他讲他没听清楚，西方极乐世界人全听清楚了。你说可怕不可怕？这些全都是事实。西方世界人数之多，没有办法计算的。我们这个世界人口还不到50亿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口的时候，后面经文说得很清楚，真的是无量无边的，不是算数之所能知的。那么多的人全都看到我们，
全都听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他全都知道。我们今天念念的求生净土，天天动坏念头，这能吃得了吗？孔老夫子常说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十个眼睛才五个人，五个人看到你，五个人指着你，我们就不敢为非作歹。今天多少个五个人，无量无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高境界。西方世界诸善善，所以这是一往生就得到这个能力。因为佛在经上说，没有说这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限定某一类的众生，没有说，他将所有众生生为佛，这就是包括了九法界，包括了六道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没有例外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能力立刻就得到，所以他是报的。他不是虚的啊，而且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所以超越所有一切大乘的菩萨啊。无论我们讲报德修德的，都不能跟西方世界往生的这些人这个、啊、怎么比也不像、啊、这不是真正不可思议。那么他心通的能力，习之其实全都知道，不是特定对某一个人某一类的人，不是，通通明了。一那有他，那有他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若有他本千佛刹，一个佛刹就是一个三千八千世界，一千个三千八千世界，一百个千三千八千世界，上面再加上若有他，再加上一，这个数字天文数字。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也说过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当中这个距离十万亿佛国土啊，在十万亿，他们他心知的能力是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我们娑婆世界是在他那个小圈圈的里头，哪有不清楚的，哪有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心里的起心动念他全都晓得啊。所以你念佛不要怕，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晓得听到没有，我求阿弥陀佛不知道阿弥陀佛啊，知不知道好像呢每一天没有感应、你的想法全错了、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阿弥陀佛，所有往生的众生他们的这个智慧神通都不可思议。摩诃婆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诺由陀百千佛刹，周遍寻离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这个里面两念啊，神足通用，神足也叫如意通，叫如意。我们一般呢，这个像《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呢，就说的神足通，所以你行。变化，孙悟空的能力很可怜的，太小了，只有七十二变，这个能力太小。西方世界往生，即使下下品往生的，他那个神通变化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借得神通之。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它的意思就是圆满，没有欠缺，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这就为我们说明，怎样圆满呢？举一个例子来说，一念情，这个一念。时间很短，一念行时间很短，就能够超过一诺由陀百千佛刹，一念之间就到了。有这样大的速度，我们现在科学家也相当聪明，过去以为速度最大的光的速度，电的速度，现在知道有比光速更大的速度。西方世界里这种速度的速度，我们科学家还没发现，它能够在刹那之间，周遍法界，无所不到啊！这么大的能力，不但超越了时空，超越了这个今天科学里面所讲的多元次的空间，无限度的空间，它同时超越。所以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它才是真实明了。周遍寻离，这是说神足，他这个飞行变化的能力，供养诸佛，遍供诸佛，这个愿呢，也能圆满。佛常教给我们。要修福，要修慧。修福里面最大的，无过于功德。那么他有能力，时时刻刻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这个能力。
你就晓得西方世界人修佛是多么方便的。我们今天不要说佛有个道，摩罗汉有个道，一个真正善知识我们都没有缘分都是不道。想做一点好事没地方做，不知道怎么做。修佛要有好缘分，西方世界的地缘太好，他能够供应一切诸佛。那么你供养诸佛，佛不会让你空供的，佛一定为你说法。你同时能闻一切诸佛常常为你说法，智慧开得快啊！所以我们要想去究竟圆满的福报，要想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最妥当、最快速的方法，到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在经论里可以说呢，知道的相当的清楚。理论、方法、境界，我们也相当熟悉。只要真正肯发心，依照这个理论方法的修学，我们确实有把握在这一生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往生讲这样才不至于空过。再看下面这个，我作佛时，所有众生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句啊，所有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其中。这个经文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生活过程远离分别。助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真正觉、真大涅槃者，不取正处。这一面，这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做出往生成佛的保证。这一段文是保证书，你往生到西方世界，保证你一生成佛，决定不要到第二生了。我们这个时间刚才跟诸位说，证得初果之后，要想证得阿罗汉，先上人间还七次往来，不是一生。人死了升天，升天是第二生；天寿命尽了，再到人间投胎是第三世了。要经过多少世生，多少生才能真的比罗汉果。那么我们修学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那么我们这一生往生到西方世界，
是不是第二生呢？不是。如果往生到西方世界是第二生呢，我们这个成佛不是当生成就，是各一生才成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凡是往生的人，是这一生去往生，因为你往生的时候是活着去，绝对不是说人死了以后才往生，没这个道理，没这个说法。因为往生的人在临终之前，他并没有断气，他还没死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是跟阿弥陀佛去，这个身体丢的不要，所以他是活着去的，他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那么他是不是有第二生？没有，他是一生。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生圆满成就。这个要知道，绝对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才往生，这个话是对经中完全不了解，是很严重的误会。那么这一段文里头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几乎是自自然然，无需要加上修行的功力，他就远离分别。这个就是顺妄想分别执着，它自然就断了。我们这个地方要断，要修戒定慧，因戒而生定，定扶住，把妄想分别扶住，慧呢才能够把它断掉，很不容易。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这一愿的加持，弥陀愿的加持，使你自自然然妄想执着就不会再生，诸根寂静。昨天我跟大家讲，吉兆，我们到达这个境界，谈何容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有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在一般讲，发生大事的境界，像华严经上讲的。原教的初度菩萨以上才能够入这个境界。这是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入这个境界。这是诸佛如来的境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这两句话是讲圆觉最高的果位成佛，不是普通佛。圆教
前面给我们讲，不退转于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这个地方决定正德，决定正德，所以说保证正德，这是很不可思议，在一切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哪一尊佛对修行人提出保证，没听说过。纵然有受记，受记那是讲多少劫之后，没有说一生，这个是一生圆成佛道，真实不可思议。那么以上这个十二愿都是说十方世界这一切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获得因缘的生地，十方世界那些众生，他们的善根所得因缘具足，那就决定得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得到哪些功德利益？这个十二条里面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白了。那么善根福德是什么？前面跟大家提到过，无量劫来大乘佛法所熏修的，那么在今天这个善根福德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善根能信能解，我听着我相信，我听着我懂，我听懂了，听明白了，我相信了，这是属于善根。你要没有善根，听摇头不相信，听不懂，没有善根。那个福德的样子是什么呢？肯发愿，肯念佛，就是听了之后好想去，很想到极乐世界，很想见阿弥陀佛，肯念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属于福德。如果我们有这个现象，就知道我们的善根福德了起作用了。因缘呢，是遇到这个经典，遇到这个法门，这个缘我们现在都去真的遇到，遇到了能信能解能愿能量，那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呢，在这个时候同时具足，这是非常稀有不可思议的大事。这个人的生当中决定的事，那么底下这个愿呢，是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就是说他啊，他的功德啊，他对于一切众生如何照顾，如何加持，显示出弥陀无尽的慈悲。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一句是光明无量的，佛有长光，有放光，这是两种。这个地方呢，是讲它的长光，啊，很长，不会消失，显示出阿弥陀佛长光超越一切诸佛如来。所以世尊在本经里面呢，赞叹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宝。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释迦这样赞叹他，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十方其他一切诸佛如来也必定像释迦一样赞叹阿弥陀佛啊，一定也是这也是这么赞叹的。所以他的光是具身诸佛，普照十方，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是个比喻。我们人间这个光明呢，最大的不过于日月，就是用它在这个地方。光明对众生有些什么好处？下面说：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者。那么我们从这一面，这一面是慈光安乐愿，这个标题是古人的。实际上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意思，佛是用以光明做佛事。什么佛事呢？戒引众生，加持众生，这是加持戒。佛的光明普照，我们为什么没见到？佛光有没有照到我们这个讲堂？有没有照到我们身上？不但照到这个讲堂，不但照在我们身上，佛光遍照一切处，佛光住在一切处。这就是说佛念众生啊，众生不念佛了，所以众生体会不了
感应大乘，他不能信。佛念众生，众生也念佛，那个感应就非常殊胜，感应就不可思议。楞严经上大势至圆通章里面说得很好啊，大势至菩萨举比喻，如子一母啊，把阿弥陀佛比作慈母啊，母亲常常想儿女，儿女把父母忘掉，我常就想他，佛光遍照着。佛念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念佛，像我们诵经念佛，我们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你这样去诵经念佛，这个佛光出生的感觉就很明显，能叫你生欢喜心。我们常讲法喜充满了，读经越读越欢喜，念佛越念越欢喜，越念的精神越好，不会疲倦的，欲罢不能的。什么力量呢？佛光加持的力量。为什么有人说我念经呢？念了几章了就打瞌睡了，念不下去了。原因在哪里呢？刚才说，你不是真心念，你不是用的清净心念，你不是用的恭敬心念。佛虽然加持你啊，你自己在抗拒，你拒绝，所以这个效果你就感触不到了。所以唯有真诚清净恭敬，这才能够接受佛力的加持。这个加持是现在，不是将来，时时刻刻在加持我们。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感应的现象，身心安乐，心地慈悲，慈心作善，这个心是自然生起来，不是勉强的。那么我们仔细去想想，从前没有，从前确实不是念念的，有慈心作善，偶尔发个心，或者还听别人劝了好多遍呢，才发个心去做点好事。现在这个慈心作善是自自然然生，时时刻刻有善心，念念当中有善心。不读无量寿经，不晓得这个现象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读了这个经才晓得，原来是弥陀本愿光明的加持，念念有慈心，念念想作善，这个作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惠于众生，真舍之利也。他这个念头是自然生的，永远不会退失的，这就是非常明显接受这个佛光的加持，加持给自己跟自己发生了作用了。再看下面一句，魔作佛时寿命无量，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劫无量。我们先看这一段，实际上这一段里面就第十五、第十六啊两愿意思都记住了。这个世界之所以称为极乐，极乐的根本就在这一愿，寿命无量啊。佛在有一些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将来啊入灭了，他的化缘境入般涅槃了，他那个世界没有相法、末法、灭法，他没有，他完全都是正法。佛灭度之后啊，观音菩萨就示现作佛。那么这样说起来，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啊，是个有量的无量，并不是真正的无量啊，是有量的无量。虽然是个有量的无量，那个寿命的数字没有人能晓得。下面讲，国中声闻天人无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明了，完全是一尘菩萨的境界，哪里来的声闻天人呢？有声闻，那就有小乘，就有三乘了；有天人，那就有凡夫了，就有六道了。六道里面虽然说没有三恶道呢，那三善道它总有上没有，它确确实实没有啊。它那个世界是一真法界，它不是十法界，所以叫它做一真法界。那么说声闻、说天人，世尊在后面经文上有说明。这个里头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他断证的功夫，等于他方世界的什么啊？因为我们去往生是待业往生啊，我们的烦恼没有断尽啊。如果说我们见思烦恼通通还没有断，去往生就等于他方世界的天人。烦恼一品没断，假如我们见思烦恼断了，去往生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是这么个意思。拿他方世界的人修行功夫来做一个比例，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普贤菩萨啊。因为经常给我们讲，西方世界的所有一切这个大众啊，是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通通是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呢，有五十一个阶级啊，好像我们念书一样，学生一年级的学生、二年级的学生、三年级的学生，一直念到五十一年级毕业了就成佛了啊。这普贤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那么第四、第五阶级以前啊，就是初性位、二性、三性、四性、五性位，相当于他方世界的天人，烦恼没断。到七性、八性、九性、十性，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啊，见思烦恼断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意思呢，说他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
像我们去往生的，我们是从人间去往生的，有从天上去往生的叫天人，他从前的身份。有人呢，修这个小乘，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去往生的呢，那都叫声闻。是他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有这么两种意思。不能够误会，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声闻，还有天人，没有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这些往生的人数量也是无量无边，他们去往生的寿命呢，跟阿弥陀佛相同，寿命也无量，数量也无量。底下说出这个数量，所以我们讲他那个无量寿啊，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一般的这个有量的无量，不能这样看法。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加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正觉。这是阿弥陀佛讲的。假令就是假使，当然这不是真实的，说了个比喻，假设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这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就多了，一个大千世界。过去有人说，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银河系，这是从前人说的。这个现在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后面，他老人家他的看法跟从前人讲法不一样。他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银河系，实际上呢，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银河系的中心呢，就是须弥山，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他这个讲法也有道理。为什么呢？这个太阳系实际上确实是绕着银河系转的，绕银河系转的。那么佛在经上讲呢，我们太阳系是绕须弥山转的。如果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最少也要有一百亿个银河系，这才是一个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这个里面有多少众生啊？包括六道、天上人间，还有魔鬼地狱，有许许多多我们人看不见的，这些众生通通都算在里面。这假如他们通通都证到圆觉，圆觉就是辟支佛，比阿罗汉还聪明，比阿罗汉神通智慧还要高，这么多的人呐，于百千劫，这时间长，不是一天两天，大家一同来计算。算什么呢？算阿弥陀佛的寿命，算不出来。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而且都有神通智慧，超过凡人，所以他这个有量的无量啊，在我们眼睛的确实是无量。为什么呢？太长太长了。佛在本经告诉我们，他以
目犍连尊者做的意思。目犍连在世尊法会之中有名的神通第一，佛家所说的神通相当于我们现在人来讲他的聪明才智的，他的能力的，处事的能力的，能力就是说神通。佛说他的能力可以在一天一夜这么长的时间，一天一夜他能够算出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众生的数量，他用一天一夜的时间以他的这个神通能够计算出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众生的数量，他能够算得出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成圆觉了，这是成圆觉，佛就是根据这一愿说的。这些人的神通能力都像舍利弗，大家共同来计算，算极乐世界的人数，给他多长的时间呢？百千劫，这就不是一天一夜，百千劫算不上来。你就想西方世界有多大，人数有多少，算佛的寿量呢也算不出来，所以最后不得已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说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实实在在算不出来，才晓得寿命真长啊，那不是假的真真实实是无量寿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放心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才十几年，寿命是无量寿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将来在西方世界都算是元老级的。人说你什么时候移民过来的？我第十劫来的我们都是他方世界移民过去的我们在第十劫就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在无量劫当中啊，我们很早很早啊，第十劫就来了将来都是西方世界的元老所以这个机会呀，一定要把握住，千万不要空过了这大好机缘。寿命长，我们学东西说要长时间就不在乎。你比如说佛给我们讲，通常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要想证得佛果需要多少时间呢？一般讲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实在说是佛的方便说，不能说太长，说太长是吓到人家，听那么长算了不干了他不学了所以佛方便说三阿僧祇劫。华严经上说了个实话，不止三阿僧祇劫，无量劫华严会上说。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在初学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证得阿罗汉果，不走小乘走大乘，大乘圆教其性位的菩萨断证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的，那么再往上去全教菩萨到实性心满，再往上去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
从原教初住，经历三贤位，实住、实信、实回向，再往上去，这登地啊，这成圣人了。从初地到七地，缓游退转，进进退退呀、啊，到第八地才不退了。八地叫不动地，才不退转了。七地以前通通有退转，进进退退啊。越是位置低的，越退得多，退的时间越久。所以，修行成就，时间就很长很长。西方世界来得快。生到那个地方去，他就不退转。一生到西方，下下品往生，也是圆证三不退。他有那么长的寿命，说老实话，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也不在乎。为什么？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修行。一生当中，真的。保证成就啊！何况更奇妙的事情，我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推测，我发现到达西方世界，我们凡夫到那个地方去成佛，需要的时间呢不长。大概三劫、四劫就成就了，这是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法门呢，难信之法了。谁难信呢？菩萨难信的。菩萨修三个阿僧祇劫，修无量劫，才到达这个地位。你们怎么能说？三劫四劫就成功，这三劫四劫都是出在净土三经里面的。佛说话有时候很清楚很明显，有时候很含蓄啊，让你啊仔细去观察啊，你才会发现。我们怎么发现？经上告诉我，弥陀建立西方世界到今天的时间，这时间不长啊，时间。而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单单讲这个上善，它的数量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住上善人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呐！上善什么地位才能称上善？等觉菩萨才能称上善，十地菩萨。上面还有，他不能称上善，上善称等觉菩萨。那么这么多的等觉菩萨，证得等觉的果位了，要晓得，都是在这世界当中成就的。于是乎，我们就仔细推算，第一界去往生。现在真的等觉了，世界，世界真的果位啊！假如第一界去往生的人证到等觉，第二界还没有证得，那么等觉菩萨在西方世界不是占大多数，十分之一。那么经常明明告诉我们，等觉菩萨在西方世界比例是占大多数啊，
那占大多数呢？第二阶去往生的也证得了，第三阶、第四阶、第五阶去往生的也都证得了，五阶去往生证得，他的人数才一半一半，不是过半数，过半数必定是第六阶去往生的，现在也成等觉菩萨，那就过半数。这样也这个一算呢，我们才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话，到那个地方去，从我们凡夫地证到等觉菩萨，应当是三界四界的功夫就证得了，真正叫难行之法了，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